我是 Mira， 咁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嘅话咧，咁我近排咪出多咗好多有关疫情嘅片嘅。其实一开始咧，我喺度觉得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我好多嘢做唔到，好多片拍唔到。但系我换转一个角度谂，咦？咁有啲嘢係疫情先至拍到㗎嘛，咁所以呢我就拍咗啱啱上个礼拜出咗一条明洞嘅街头啦，啱啱早嘅就出咗一个本来係夜生活嘅宏大，但係如何变得非常冷清呢。咁如果大家都係未睇呢条片嘅话呢，睇完今日呢条片之后，大家可以慢慢返去回顾下。咁喺拍呢两条片嘅时候，其实真係行晒成个明洞，行晒成个宏大，都有慢慢观察到啲嘢嘅。发现呢，虽然疫情会令到好多铺头顶唔顺执啦，咁但系明洞铺位嘅空置率同埋宏大铺位嘅空置率咧系唔一样噶。喺明洞咧会见到劲多吉铺，咁但系宏大咧，我系见到有好多铺头改头换面咗，变咗第二个 brand 咯。吉铺就相对嚟讲比较少嘅。咁究竟有啲咩生意会喺呢个时间点度忽然间弹起，甚至乎系越嚟越好，超好赚啦？咁我自己留意到咧，就系呢一样无人店。无人店啦，咁唔需要任何嘅员工啦，咁通常咧佢哋服务时间都系24嘅，咁因为开24小时嘅铺头系会吃香啲嘛，即系譬如而家凌晨1点几，我忽然间肚饿，可能冇乜餐厅开噶啦，咁可能我懒啦，唔想去咁远啦，咁我就会去楼下嗰间24小时嘅便利店度买嘢食咯，就俾佢掂咗啦。咁喺宏大咧呢几个生意咧，我留意到佢哋系生存得几好嘅。排名不分先后，咁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加一抽福袋。咁喺宏大嗰条片度咧都系轻轻讲过啦，抽福袋嘅呢个 idea 咧就已经好耐噶啦，大家都知道咩系抽福袋嘛。咁但系佢哋就加少少嘢落去，就令到成个吸引力更加大，好似有一个希望咁样。因为本身抽福袋嘅概念就系你唔知道里面系咩嘅物件，纯粹系想睇自己运气好唔好，抽唔抽到一啲好嘢嘛。咁但系咧，游戏嘅玩法变咗，佢哋系将锁匙放入去福袋里面，如果你抽到锁匙嘅话，你就可以拎嗰条锁匙去开相对嘅柜，然之后拎一个 product 出嚟，而个 product 咧展示晒喺啲格仔度嘅，咁所以你一睇就知道有啲咩系你想要嘅嘢，好胜心嗰种胜负欲就会出嚟噶啦。咁然之后我而家试下先。唔知系咩嚟噶，因为我都有啲朋友抽过啦，但系有啲劲废嗰啲嘢嚟，我希望系有用嘅。物一对、两三对喎 ，OK 喎，系咪真系 Nike 嚟嘅先？但系 Adidas 同埋 Nike， 实用嘅，实用嘅，5000元 OK 嘅，但我就抽唔到锁匙咯，我就抽唔到呢一啲。人咧就系、有嗰种侥幸心态，会喺度谂，或者我就系嗰个会中头奖1000万嘅人咧。我相信冇一个人咧系冇试过咁样谂过啦，或者调翻转，譬如你讲食烟咁样啦，咁澄清翻，我系唔食烟，我只系好中意饮酒啫。咁但系有时都会见到啲烟盒咧，其实上面全部都系一啲劲黑嘅肺啊，或者系一啲表示阳痿嘅图啦。咁但系大部分食烟人咧都唔会因为见到嗰啲图而少啲买或者戒烟噶，佢哋咧又系有个侥幸心态，觉得咁多人有事，应该唔会轮到我啩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嘅福袋咧，就系利用人嘅呢个心态，好聪明啊！其实我觉得。好，咁第二样呢，我相信呢样大家都唔会陌生嘅，就係格仔铺。咁但係以往嘅格仔铺呢，通常都係寄喺人哋嘅某个铺头入面，会有店主或者员工跟住开锁匙俾你睇个货，你 OK 就买走，唔 OK 佢就锁返。咁其实宏大 AK 商场入面呢都有个格仔柜嘅，但係佢好得意呢，佢就唔係卖新货品，佢係卖二手嘢嘅。而重点呢，佢係全部自动化，係无人操控。咁无论你係买家或者卖，你都是通过那个 touch screen 去控制啦，整个过程都不需要见到人的。但是跟平时的二手买卖不同，通常你二手买卖你是确定有人买你才会约见面，然后去交货拿钱的嘛。但是这个格仔柜就跟平时的格仔柜的概念是一样，就是当你是租那个格仔，有人想买你件二手东西的时候才会去给钱的。即我觉得对于怕丑的人其实有好处的，但是对卖家来讲，他那个二手物品一路就是存放喺个柜度咯。咁但系你话有冇坏处？我自己就觉得可能对于卖家嚟讲嘅话，即系可能有啲嘢系唔襟摆，或者系唔可以俾灯晒到嘅。咁如果喺嗰个格仔度摆得太耐，即系可能会令到嗰件物品有损坏，都未定嘅。
但其實我自己又睇唔太明呢樣嘢嘅，因為如果我嘅話咧，我就會上網用一啲二手網站去買咯。但我見到呢個格仔櫃已經喺個商場裏面好耐啦，咁而且裡面嘅物品係成日轉嘅喎，咁即係證明係有市場噶啦。咁 OK。咁文大呢度咧有一個格仔鋪啦，佢呢個係咩啊？三分 Excel， 教你如何用 Excel 咯。未冇嚟呢個個袋。假指甲、化妝品都可以購買啦，跟住就9900won。如果我想買嘅，我就咁反賣，跟住又入你嘅資料落去。其實佢全部都用自動化咗，咁佢俾卡咧就得噶啦呢度。咁而第三樣咧就係 self studio， 就係類似影貼紙相嘅概念啦。咁而家唔知香港仲有冇貼紙相機咧，應該有啦。咁喺香港同台灣嘅嗰只貼紙相其實就行比較日系嘅，即係你會畫好多嘢啊，跟住勁 colourful 啊，跟住勁多 filter， 你個樣已經唔係你嘅樣嘅嗰種嘛。咁但係韓國嘅呢種貼紙相咧，其實佢唔係貼紙相，佢貼唔到嘅。韓國其實喺舊年就已經開始流行啲機越嚟越多噶啦，咁佢哋都有 brand。最出名應該都可以話最元祖咧，就係 Insignico， 就係咁樣長條型，跟住有四張相啦。影完相之後係冇得修改，冇得加任何嘅貼圖，冇得 filter 嘅，就直接影咗個樣就咁出嚟啦。咁但係韓國咧就係中意呢一種比較自然啊，貼近現實嘅感覺，就唔中意加太多花巧嘢嘅。咁所以 Insignico 就忽然間舊年開始爆紅，啲宏大街頭啲年輕地方咧，你一定好容易都會揾到嗰啲機嘅。咁但係慢慢咧，佢哋都有少少變嘅，因為 Insignico 咧，你係唔可以控制佢影相嘅時間嘅。咁就出咗一種咧，就係今年比較多嘅。咁佢哋就可以有個遙控控制影相嘅速度，你可以擺好 pose， 然之後先撳掣。咁雖然頭先我都控制有少少衰咗，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係 sensor， 即係佢技術嗰度做得好唔好啦。咁我相信有啲地方會做得更好嘅。咁機器裡面用嘅鏡頭咧，其實真係靚嘅鏡頭嚟嘅，所以你影出嚟嘅相咧，係真係用嗰啲相機嚟影相，係會見到一個好真實、好自然嘅樣嘅。咁我啱啱就係影咗呢種彩色噶啦。咁但係而家喺韓國更加流行嘅咧，就係黑白。其實我之前咧都同 Pumi 影過嘅，佢係完全冇修飾，但係你會覺得咧好有 feel 咯，佢呢一種黑白，所以而家喺韓國咧，比起呢啲咁 colourful 嘅相咧，大家都係偏向影黑白多嘅。同埋我有留意到咧，而家個鋪頭咧裝修都超級靚，咁燈光好重要啊嘛，所以一定係勁光猛啦，然之後好新淨，真係好似你去到一個有攝影師嘅 studio 咁樣咯。然之後呢邊都有啲頭箍啊，一啲小學生嘅帽咁樣，一啲眼鏡俾你用嘅。不過手續費勁貴，1200。開的綠牌的。都幾快喎，佢印嘢速度。得啦。呢一個咧就係出名啲嘅 Insignico， 佢都係4000won兩張，即係佢出嚟咧下面都會有呢個 Insignico 嘅 logo。然之後佢呢邊都係冇遙控器啊，我呢間就靚啲咯呢間。第四樣咧就係凍肉泡。如果問大家諗起韓國嘢食嘅話，大家第一時間會諗到啲咩？我自己咧就會諗到燒肉。忽然間聞到燒肉嘅香氣，好肚啊！我覺得韓國人咧比我自己想象中咧係真係幾中意喺屋企燒肉嘅。咁話說嗰陣我就見到一間無人凍肉泡啦，我仲喺度諗。啊！邊有人會嚟呢啲凍肉鋪度買噶？喺都係 supermarket 啦，又冇得睇嚿肉嘅新鮮度，因為啲機器你冇得拎出嚟睇噶嘛。咁但係咧，自己去觀察咗一陣咧，我發覺係極度多人嘅，係生意超級好咯。我估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疫情期間啲人可能唔想同太多人有接觸，所以就會揀一啲係淨係需要接觸機器就得嘅地方啦。而家睇下係24小時。365日，年中無休嘅。第一行深汁西五花肉400g，其實都係7250，都算幾划算咯。佢價錢唔係話特別貴。咁佢呢邊咧，全部都係冷藏，會有一個 lucky box 嘅，裡面就係唔知咩內容物啦。會有沙律菜，跟住下面呢堆都係牛嚟嘅，即方便你可以整沙律咯。其實都幾貼心嘅設計。
住呢邊就係豬肉嚟嘅，咁有啲有埋配埋醬俾你。住呢邊咧就係、是、都係冷藏，呢一邊咧就係、是、其他嘅便利食品，即係譬如係 double g 啊，跟住大腸啊，或者呢啲便當仔都有。冷凍係第一個櫃嘅，冷凍就會平少少咧，普通嘅超市冷凍都係平過冷藏嘅。剛才我在決定買什麼的時候，我在等一陣，我都看到中間有很多客人進來，所以其實估不到這一間無人賣是這麼受歡迎，而且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很街坊裝，即證明他們真的住附近來這裡買東西。其實我看到附近呢都有兩間超市，一間開到晚上10點，一間就是開凌晨的，但可能現在因為疫情的影響，所以很多店鋪9點關門。我覺得人的懶是真的可以去到很誇張的，其實明明那條馬路你都會有一間 supermarket， 甚至乎多些選擇，但是大家都會喜歡來這邊，你看有人進來了。同埋見到呢啲無人嘅商店咧，一定會有 CCTV 嘅，所以咧，就算大家係幾深夜過嚟咧，都唔需要擔心話真係會唔會有危險性啦。我又覺得都應該安全。呢一棟就 AK 啦，咁呢個係酒店入口嚟，咁平時都有好多車喺呢個位度出入，佢又幾光猛嘅，所以我覺得都放心嘅。好，今餐就食呢個牛扒，同埋隔離堆沙律就喺便利店度買嘅。好味喎！方便啊，就咁煎就得。佢慳咗員工嘅成本咧，變相佢啲價錢都可以唔使掹得咁貴。本身都可以諗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味道，即係可能肉質上會冇咁好味咧，即係佢唔係特別貴啊嘛。咁但係 OK 喎。咁最後一個咧就係、是、花店。咁花店就絕對唔係一個新興嘅生意啦，甚至乎其實佢係一個傳統嘅行業啦。咁佢唔係因為疫情而誕生嘅，但係又因為疫情咧而變多咗好多鋪頭。因為有時我經過街度都會見到，咦？點解無啦啦咁花鋪嘅咧？即係插花咧，其實以前就會話係有錢人嘅玩意啦。咁但喺韓國咧，呢個趨勢就越嚟越少啦。即係其實咧，有好多好出名嘅插花師咧，都係男仔嚟咁，所以即係絕對就唔係所謂嘅闊太的玩意啦。咁同埋因為疫情期間咧，大家都只能留喺屋企冇嘢做嘛。咁又想生活多一啲趣味。又不可以出去户外活動的時候，那就做多了這些室內的靜態活動。那你學插花其實可能都可以陶冶性情啊，或者是會覺得可以令到自己有修養啊，所以很多人呢都紛紛喜歡了插花這個活動。那我自己其實我是因為剛剛搬了這間屋，跟住我有一個環境，花有不同的顏色，有不同的形態，其實你就想賞花都是一件很上心的樂事。跟住這些就是小的乾花，依啲乾花好靚，玫瑰超靚。而家花圃咧，揾真花、假花定乾燥花都有嘅。譬如呢啲咧，勁細，7000won，咁佢就乾燥花嚟嘅，好靚。咁呢一個就假花嚟嘅，但都好真。除咗啲包好咗嘅花之外咧，其實旁邊都有好多係一枝枝，跟住都係配襯咯。咁嚟，咁呢啲就係逐枝逐枝計嘅。方便就咁買翻嚟咧，插落水度就得啦。我花樽太矮，所以咧佢啲腳要剪短啲啲。總結咧就係而家韓國就因為疫情關係，所以多咗呢幾種生意啦。咁頭嗰四樣咧，通常都係加盟啦，或者係需要一啲 IT 嘅技術，可能個投資金額上面會高少少嘅。咁但係最尾嗰種花店咧，相對開業成本會低啲，所以比較起上嚟就會容易啲。咁可能因為呢個原因，所以都導致花店而家越嚟越開多咗。咁我覺得好事嚟嘅，越嚟越容易買到花，男仔越嚟越容易買到花送俾女朋友。好啦，咁今日就到呢度。大家不知道见不见到今天的闪字在哪里呢？但是今条片开始大家找到答案都不要写出来，因为20号大家要争，大家不要泄露答案出来，知不知道？好了，我们听日再见，拜拜。